道吗？住三户人家。我们这一个院住三户人家，您知道有多难的吗？嗯。您要说我们家孩子小，三户有老人有病人，我们这医院老弱病残都跟那院里。哎呦，是啊。特别的不方便。是。然后您说根本就不拍，永远是管家那一家，永远拍他们家这个好的那堆花啊，那些虫啊，老拍他们家。哎呦，要不然就拍咱们这胡同里这些。是，你说干嘛使？那是他的脸蛋儿。对，哎呦，多正骂呀，天天的啊，那说什么？多的骂。胡同里您去问问去，您问问他有多少老幼病残住一块儿的，房塌了，这下水沟要堵了，堵了，下大雨下暴雨，我们怎么办？我那房可都裂了，您要有功夫，我待会儿带孩子看病，回来吧，您上我家看看去。啊，没问题。房都裂了，看看去啊。您大概什么时间？没人管。您大概什么时间？我得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回来呢。别照着好了，真的，大哥。老百姓。我们您问问这大，您问这伯伯。别人照外头没照。大哥，您去那边中街四号，您上那边看看能不能采访去。您问问那个，那家的主人，这一户里的住了多少间？哦。虽说我们不跟那儿住，有我的房，但是我住不进去，您知道不？哎呦，那待会儿吧，待会儿我来，啊，待会儿我来找找你啊。上胡同里头去串串您去。行，胡同里头，别老照这个。去，您是往那边走走，闻去。您问问他们家这一户住了多少家，您再问问那家，那家那大妈也不是姓什么，我蓝家好像是。您看看他们家住的跟那个鸽子窝似的。哎呦，您在这干嘛呢？那我们家有人，您现在去我们家，光都贴的是什么？好，是不是？那房天天晚上嘎啦嘎啦掉渣子。哎呦，好啊，好，行，您先忙，您先忙。行行行，我先带孩子带你看病。行，兄弟，你记住那个这大姐他们家，到时候咱一块儿进去看看。对，去看看去吧。好，就前面甭找地图。哎呦，他们家是，要不你爱看，你往胡同里钻，你再看看。哎呦，行，往胡同里钻呢，你再看。那红车是谁的？红车开着呢。他着车呢，人家可能就是着一宿，没有不动，人家就是可能就是那什么呗。